长得好像那个第七面儿，第七，第七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我们的草木灰怎么来的？就这么来的，因为我们湖南冬天都要烤火熏腊肉、熏香肠，一个冬天的草木灰就够明年春天用了。新腊肉、新鱼、红干鱼。还有这里放了猕猴桃，这里还有一兜。这猕猴桃已经软了，可以吃了。这里还有柿子，柿子应该也软了。这个还没软，我上次吃了一个，有一些软了。看这个软了，把这个吃了。拿两个。哇，这个更软了，这怎么有个大蜘蛛啊？这都坏了。你吃这个，这个男的。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吃柿子了。茄子不严，这个好软啊，它不小，这个啊啊来啊啊，还没熟，熟的啊，像这样子，没有完全熟，可吗？熟不是像这样子，哇，熟了像你那样做才算。来，你吃这个啊，不给啊，你吃泡，嗯，奶奶等会儿的，这不就这样子吗？那个里面那个，哦，里面像这样子才算是红的。嗯，要是不是能真红的，嗯，哦，切下来嘴巴有点夹，没切。这个鱼还没熟是吧？嗯，没熟，我妈说吃起来嘴巴有点涩，这个又是熟过了，也变味了。看茄子是不是？反正给他什么他都吃，除了酸的不吃。他看你吃啥也吃，除了酸的不吃，其他都吃。你吃他能不能吃丝滑？你吃这个能吃。巧克力他都不能吃。哎呦，西夫妇！哎呦，你居然那么喜欢吃柿子呀？哎，吃完了，哈哈哈！喜欢吃柿子的狗。好甜，这个他可能喜欢吃甜的，但他不喜欢吃酸的。吃一个猕猴桃，这个猕猴桃就是上次我们在那个亲戚家，他们在桑植他们那个山上摘回来的。哎，树桃你不能搬，这猕猴桃你不切，这是酸的，不切啊，不切。好嘞，这猕猴桃已经放软了，放软了可以吃了。你得咽口水。哎，你又不吃，你咋？秋姐，什么啊？这样，什么又不吃 ？No， 这猕猴桃很好吃。下面哈，红的。
跟茄子俩吃面。我们平时很少吃面的，这面是前两天买的，有时候方便一点。茄子，晚上吃面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往前坐，你莫急啊，莫急，往前坐啊。盯的是吗？你不急，盯好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。茄子，你盯好好不好？盯好还没搞好啊？等一下，我要给你搞啊，你不急，好不好？嗯，大盆。泡点这个汤。哦，先给茄子弄一点。盯好，坐好。看，茄子的面加火腿肠。昨天他的饭都没怎么吃。你看，我得发号命令了他才能吃，没发号命令就不能吃的。训练他的控制。哎，茄子，还没听命令啊啊！好，走好。他有点急了，要让他控制他自己的情绪，锻炼他的控制力。乖乖的等一下啊、哦！哎呀，爸爸的望着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再不给他杀就要急了。好，起吧，起来啊！起起起起，快起来，快起起，吃，可以吃了啊！吃吧，好吃吧。快吃了，快吃了，快吃了！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快吃！好了，好，好，快起！好，快吃了，快吃了，走，好，快！坤的嘛，你是不是还没有我？我得给他放到你面前啊！好，看，他才吃了。他也吃面。好了，该我吃饭了。泡点这个汤当哨子。这样吃起来才有盐味。好香啊！再放几个香菜叶子，好想吃啊！有鸡肉，有木耳，有荠菜，有香菜。哇、哦，好大的盆儿啊！哇，这个荠菜好好吃啊！我是第一次吃。好吃。你换什么呢？
我给加了。好了，切个嘛，红袋子，红袋子啊，加一个。你，你这。